给我搜，看到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拿出来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不怎么了？这是来的正好，把他给我拿下。等等等等等等，青音大人，真的是左公子他今天迷路了，让我送他回去，不小心把玉月瓶给打碎了，然后他赔了我一个。我信？那我就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。那你就去牢里好好想想呗。我带下去。 青大人，我要杀尽天元国的妖魔，我要杀尽全天下的妖魔，请师父授我法术，助我找寻灵灯，报亡国的血海深仇。 拯救黎国黎民百姓，君川，你口口声声说要为阿蛮报仇，为父皇母后报仇，为大黎百姓报仇，可如今前功尽弃，困于这囹圄之中。 要如何击溃妖魔，就苍生于水火。媳妇，媳妇，二萌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你说。 可聪明了，回到屋之后，听说你被抓了，哎，你知道我把谁叫来了吗？哎，来，九云大人。啊！九云大人。 这么好心来救我啊！还真不是，我就是来看看小骗子的下场。你这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？挺不好受的。嗯，不仅看到了，我呢，还猜得到你现在心里想些什么。我想出去。哼，你心里现在肯定在想：哎，我真是蠢透了。 为了不必要的人和事，竟耽误了自己的大事，对不对？九云大人，你就行行好吧，你就把我媳妇救出去吧。我跟她还没有办正式大事呢。<笑>来，过来。我看你这媳妇儿啊，这劳作的是甘之如饴。你让我救她，人家未必想出来呢。 为什么？事出因果，他心里惦记着别人来救他，我，这不是成人之美了吗？九云大人，你就不要再逗小的了，这小的真的是无辜入狱的，这整个香雪山，小的谁都靠不了。九云大人现在小的跟前，那真的就像个活菩萨一样的。他本来就是神仙。哦，对。哦。 你想让我救你？嗯。有什么好处？我把这个月我以后的俸禄全部都给你。嗯，还有呢？我愿意献身。 还是自生自灭吧。不，九云大人，你让小的往东，小的绝不敢往西。你让小的烧饭，小的绝不敢汤米。九云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。开了，开了，走走走走。九云大人。
青青大人说了，这个杂役没有他的允许，不能放。我要带走的人，也不行吗？嗯，大人，他得罪了青青大人，您这样把他放出去，小的可没办法交代。也是啊，小川儿，你得罪的可是山主身边的红人。既然得罪了。 那就得罪了吧，来，让让，让让，让开，让开，不对劲儿，不对，都站住！不是，九云大人，您反悔了。小川，过来。 九云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还是不对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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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内侍丫鬟。你没听错。啊，不是，小的有一事不明。说。大人为何要选我做内侍丫鬟？因为你独特。独特？这算哪门子理由啊？因为你独特，所以以后也不用看什么青青的脸色了。况且我呢，还能帮你保守住你的秘密。我哪有什么秘密？这山中出现了白河龙王的奸细，像你这样今日惹祸明日下狱的，我可不保证不殃及到你。哦，不对，不是殃及到你，而是歪打正着的打到你。不对，这海马金鹰已经死了，这你可就冤枉我了。弃居宝族没听说过吗？哦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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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人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山庄的秘密了，小的什么都不想知道。听都听到了，还装什么呢？告诉你，是为了让你小心一点。小心点儿，我还盯着你呢。赶快收拾一下，到我府上来吧。